哇，他把我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Minecraft 恐怖地图，这张地图名叫做 Blender。 那么大家有记得我之前玩过 Blender 2 吗？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点击屏幕中间那个按钮传送到第二章的地方。那么我发现我玩这些恐怖地图每次都是先玩第二章，然后再玩第一章。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啊，没有错，今天又是一集把麦块变成独立游戏的视频啊。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把麦块变成独立游戏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你们的点赞，给我留下一个三连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的游戏吧。 Let's go。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八张纸条。我记得在第二部里面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是找到了八张纸条，然后对抗的是那个女魔头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对，不是女魔头，是我们拯救了一个女孩子。我把粒子效果打开了。OK， 那么这一座的话，第一部好像讲的是那个瘦长鬼影，对，没有错，瘦长鬼影。然后第二部的话讲的好像是那个女主，然后被附身了，对，女主被女鬼附身，我们准备拯救她。那么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玩。这也太屌了啊。前面看到一张纸条，按右键可以吗？ What？ 找到一张了，哇、哦！虽然这走起来看着可能会有点难受，可能会有点晕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质感好棒。我们要去房子里面吗？还是先把周围一圈给它地形给摸透一下？哦，进不去，它被封住的。OK。麦块为什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？我发现这个作者好强啊，他能把麦块做成不像麦块的感觉，就感觉像在玩一个独立游戏的什么什么麦块版本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什么停车场吗？算了算了，他这个火炬他有点像那个，就是那个麦块周边的那个火炬手电筒。哦，这里可以走，哦，这里走不出去，等一下，这里面有撬棍。哦 ，OK， 找到了。我先去那边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纸条，或者说有什么多余的那个场景之类的。好，这边是个什么地方啊？有，我就说，好，找到两张了。他不会突然出来弄我吧？这应该不会啊。这边有个小房子，进这里面看一下。哦，这个门锁住，需要钥匙。好。但是隐隐约约我又看到一张纸条。三张了，好快啊。那边有一个燃油桶。 Wait， 等一下，这个是个那个烧柴火的，我记得第二部里面有这个，我们需要把它点燃之后，然后可以对抗那个恶魔。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一些东西。找到了四张。 I love youYou can run away from me anymore。 好吧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坟墓。哦，他是自杀了吗？ What？ No！ 啊啊啊！ What？ N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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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瘦长鬼影做的比我之前玩过的要好很多哎，他是很直观那种，然后他也不会直接把你秒掉，就你不需要重新玩，我感觉做的很人性化。就是让你体验张地图，他也不会把你很快杀死，你要重新开始找。一般来说这种地图的话，他那个兽量鬼一出来一被抓住， OK， 你就死了，游戏重新开始，对吧？刚才找到有撬棍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撬开。可以。哇，这张地图也太厉害了吧。进来了，好，开始。其实我完全可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完全没有问题。有没有人呢？我刚才看到一张纸条，不在这边啊。哎，纸条在哪里？在这边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张纸。哎，这纸条是干嘛？他说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 John Blender。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的话，意味着我死了。我爱着这个地方，但我不喜欢我的生活。我的生活很糟糕，我的家人讨厌我，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反正他总是不想活了。我听到了 ，Slender。哦，我在毒性，你不讲武德。啊，我走了，对不起，我在毒性，大哥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妥？等一下，这边有个纸条，我先把这个纸条拿了。
我应该没有血条吧？有血条就糟糕了。这里应该是我工作的地方，所以他因为生活的问题，然后自杀了，对吧？然后就，哦 ，no， 什么过去了？这边好多好多血迹哦。这里也可以走吗？不对，走不了。所以我现在有可能需要找钥匙。哦，那边还有一张纸，那边不是那个不是纸条。这里有钥匙吗？可以开吗？开不开？需要哦，我现在应该需要。你是要偷我吧？看看能不能找下钥匙。这些门都开不开。这个房间好像就那么大，也没有很多。你在。啊！哦，我不能一直盯着他盯太久。OK， 我刚才好像盯他盯太久了。而且我的钥匙还没有看见，对，我连钥匙都没有看见。哦，这里有一张 ，what？ 七张，哎，最后一张不会在那个房子里吧 ？Oh no！ Oh no！ 离我远点，离我远一点。这个房子怎么进啊？钥匙是不是在哪？是不是就在你这个房子周围？快告诉我，应该就在你房子周围吧。求求你了，告诉我，求求你！哦，看到了。哎，那房子是干嘛的？那房子是摆设。刚才我来这里的时候没有张纸了呀。他难道找到一张刷一张啊？我可以去点火了。但那个房子是干嘛的？房子不会进不去的吧？就。我的，快！算了，先不管房子，先去把火点了，啊，再去看一下吧。这房子什么鬼？进不去的吗？那你做出来干嘛？对呀，需要钥匙打开，但是我没有看到钥匙。算了，我们先点好吗？先点，我感觉这房子应该不太好进，或者可能你压根就进不去。需要汽油，让我出去，你让我进那个房间看一眼，啊！哇，他把我秒了！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。这个游戏我感觉一定要快，就一定要迅速。对，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就可以不用去了，因为没有什么必要。我先看钥匙是不是在这里。好，这把过了，这把一定过了。好，这边应该没有了，我们先出去好了。现在找到两张了嘛，然后后面应该有个六张。不要停下来呀！这里有吗？有，漂亮。感觉现在那个 Slenderman 已经出来了，你还别说，这游戏还挺难的。先去把那个油拿上，把油拿上之后找到八张纸可以点。应该在这里吧？哎，油嘞？等一下，他在外面，没有油啊！等一下，他在哪？别过来！作者是个骗子，没有油，骗子！找到了，那是油吗？那么小一桶啊！给大一点啊！我可吓死！六张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成功啊？就这一把了，有吗？No！ 我看到，最后一张，还差一张。OK。哦哦，别来，我闷一下看看是不是在那个地方。No！ 不动！跑！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一波的机会，应该这波如果找不到我就死了。求，我睁大眼睛仔细看看，在哪儿啊？最后一张好难啊。在这个地方吗？他在我后面。就在这儿。
Nice。嗨，一切恢复正常了吗？恢复正常了吗？点燃了，好像我现在可以走了，就可以出去了。好像按照之前的剧情就是这样。回家，这门开了，门开没开啊？开没开？不知道啊。哦，开了开了 ，go go go， 回家。上车。OK， 那么这期恐怖地图就给大家玩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这张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速度三连、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，See you again， 拜拜。